每天坐车五点半出门，地址长的近一点，奖金能多送几单子。平均每天见12个客户，设置上一键打开通讯录，和每个生意的都有联系。最远送了客户64公里，只要导航一直在线，心里一点都不得急。课业再多，也能找时间拉上几个哥们儿，大吉大利，今晚吃鸡。放假在外施工，信号好一点，偶尔能给家里儿子多打几个电话。腿脚不方便没关系，用大屏的手机，随时都能见上自己的好姐妹。生活应该用心对待每一刻，手机应该用心理解每一个人，让手机更贴心，让生活更安心。乐檬，用心对待每个用心生活的人。